北京中轴线是时间指针，也是秩序坐标。梁思成称它世界独有，壮美无比。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从衰落到重新崛起的见证之地。在天安门东侧太庙门前，我们仍可读到周礼考功记有关左祖右社的规制。祖即祖庙，社是社稷，祖与社皆为国家祭坛，是政权神话的象征。矗立于天安门东侧的国家博物馆，作为新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化中心，已走过53年的岁月。古老制度在这里被新中国缔造者们赋予了崭新的含义。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展陈，重新梳理历史文脉，取代先祖神位。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座恢宏建筑已成为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的最高殿堂。北京内城东北角的这条街正名叫成贤街，但人们却习惯把它称为国子监，因为这里曾经是中国古代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1912年的一个午后，成贤街的几间旧式牌楼下，身着长衫的一名男子在这里逗留了许久，直到暮色渐浓才离去。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一天的见闻：6月25日，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石室及石鼓文。长衫男子名叫周树人，他的另一个名字鲁迅则更加广为人知。当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以后，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提出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1912年春天，鲁迅在同乡蔡元培的介绍下，进入了成立不久的临时政府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当时教育部决定先设博物馆于北京，理由是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思不容却废。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和勘选馆址的重任落在了社会教育司和鲁迅的身上，而最终确定的地点正是他在6月25日观察了许久的国子监。1912年7月9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这一天成为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创建日。中国第一座由国家筹建的博物馆自此踏上百年征程，而关于国家博物馆的故事也由此展开。博物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1898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勾画的大同世界里，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音乐院将成为美妙博弈、奇经新妙的社会新事物。中国第一个博物馆的创建则始于清朝末年，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1905年的2月23日，彻夜未眠的张謇第一次向朝廷递交了仿照西方博物馆样式创建国立博物馆的奏折。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曾预料，这个举动在刚刚接触到西方启蒙思潮的中国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博物馆事业的序幕。在奏折中，张謇用16个字将朝廷之征求、私家之搜集的旧式文物藏所与新式博物馆的分野一语道破，把近代博物馆收藏、研究和教育的特点讲得明明白白。高阔广场，罗列物品，古今贤辈，耸人观览。也许是西方博物馆公诸天下的理念对于大清君臣来说太过遥远，张謇连续2次的倡议都如同石沉大海。无奈之下的张謇用私人积蓄在自己家乡南通开办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院改变了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珍贵收藏品的历史，让公众受教育的机会变得平等，让公诸天下的理念得到了肯定。自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中国的门户，八国列强开始瓜分中国的狂潮后，没落清王朝的上层知识分子和有志之士就开始了痛苦的反思。教育救国的理念逐步开展，西学东渐的风潮在各地兴起，一官一商的实业派先驱人物张謇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凡以为学于思者，笃气而失其名，考文而知其物，纵之千载，远之一国者，而昭然尽列于耳目之前。张謇的精辟见解深深触动了社会，也为蔡元培以及鲁迅这些建立国家博物馆的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并明确了这样的信念：建立国家博物馆会是启民智、开风气的一条重要途径。鲁迅选定的国子监
在汉代称太学，自唐朝开始称为国子监。这所昔日的太学衙署总计514间半屋子的规模。就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及古代制度而言，将博物馆放在国子监，蕴含着太学更始的良苦用心。筹备处成立之初，共接收辟雍旧存礼器、书板、石刻等器物50000多件。这一天的筹备处比往日多了几分忙碌。几位馆员将搬出的文物包装好，小心翼翼地搬上了木轮车。因为文物的数量增加，而房屋狭小不利于存放，博物馆筹备处将离开工作了5年的国子监，移植到故宫午门。搬迁的过程简单而匆忙。当时馆藏的150000斤前朝档案，被分别装入8000条麻袋中，搁置在午门馆内的一个角落，再也没有打开。1921年，因为教育部经费困难，这些麻袋里的档案被当作废纸卖给了西单的一家造纸铺。多年以后，鲁迅在谈所谓的大内档案事件的杂文中感慨：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国立历史博物馆这个高居午门之上的文化机构，虽有华美殿堂和国立的名号，却因为当局的漠视与无知，始终处于筹备状态。而建馆时间稍晚的北平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早已开馆迎客，人气日盛。很久以来，经费无着，举步维艰，一直是筹备处所面临的困境。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4年，直到1926年，在接受了前清举人洪业个人资助的10000元后，才正式以国立历史博物馆的身份举办了首个展览。10月10日，展览如期举行。这一天也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正式开馆日。在当年午门第六陈列室展出的这座身高1.78米的针灸铜人，是北宋时期太医院专供学徒研习的教材模型。过去的1000多年里，能一睹他真容的只有为皇家服务的太医和学员了。作为百年国博史上陈列时间最久的文物，在如今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陈列里，依然可以看见他伫立了86年的身影。许多与针灸铜人一样令观众深感好奇的历代藏品，首次向公众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沉寂多年的国立历史博物馆迎来了观众踊跃、家朋云集的气象。在蜂拥而至的人群中，还包括
瑞典皇储和泰国达尼亲王等酷爱文物收藏的各方名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国立历史博物馆接待来宾超过了185,000人次。伴随着黄金时期的到来，馆内的收藏底气随之大增。这几幅至今还存放在国家博物馆中的清历代帝王像，是当年国立历史博物馆鼎盛一时的见证。原属北平古物陈列所的这几幅藏品，在前教育总长张世钊授意下，准备拨交给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古物陈列所以对抗的方式表达了不满，最终还是在多次交涉之后，先由教育部收藏，几日后移交给历史博物馆，并成为馆藏珍品。争夺藏品的背后，折射出近代史上从民国初期就开始的混乱局面。社会状态让当时有志于博物馆事业、满怀教育兴国热忱的知识分子深感失望。1912年，蔡元培在创建了国立历史博物馆不久后辞职，只在北京大学著书立说。1927年，为国立历史博物馆选定地址并捐出私家藏品的鲁迅辞职，前往厦门大学任教。就在这一年，几乎是同一时间，位于北京西郊民巷的功德林监狱的刑场上，另一位拥有北大教授身份的知识分子在被监禁22天后处以绞刑。囚犯的名字叫李大钊，被杀害的罪名是在中国北方传播红色信仰。红色信仰在今天被称为共产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同步传至中国。这是一种消灭贫富差距、解除奴役枷锁、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这颗从遥远西方传来的火种，征服了许多在苦闷中徘徊的知识分子。他们将这种信仰视为救治中国的良方，并走上了为信仰而牺牲的道路。其实，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初，革命文物收藏就有了未雨绸缪的计划。
1928年11月，井冈山宁冈新城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这份红四军第六次党代会决议会议记录中，明确提出红四军在革命斗争中要重视文物的保存，以备红军日后得天下之用。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5月。他们的任务是收集保存边区和解放区的革命文物，在利用文物进行宣传教育方面，抱负深远的革命家们是有先见之明的。得天下之前所做的具体工作以及经验，使得建国后进行的几次革命文物大征集始终在有条不紊中进行。这是一双红军战士在长征中穿过的残破不堪的布鞋，成为七人委员会小组收藏的重要文物。长征之路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是一段从未有人涉足过的险恶之路，却被一群穿着草鞋、渴望自由独立的人们用不畏死亡的精神走了出来，并最终改变了20世纪中国的走向。当年杀害李大钊的那部绞刑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这种牺牲精神的最好佐证。1949年1月31日的早晨，两位衣着朴素的人来到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这两个人是当时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文物部副部长王野秋和联络员于坚。他们正在寻找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我在这个听王野秋，就是我们在良乡准备接管北平的时候，他就念叨我这个进城以后啊，无论如何要把这个绞死李大钊这个绞刑架把它找到，念念不忘的，这是第一件事。王野秋曾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当时活跃在北大的李大钊经常在校园里宣扬共产主义，而王野秋则是李大钊最忠实的听众。对于这位启蒙了他革命理想的导师，王野秋一直心怀敬仰。有一天，就是在这个春暖乍寒的一天，我记得是出这个德胜门，到了这个地方以后，监狱里的人都没有了。这我和野秋同志就是找来找去，每一间房子都看了看，也没有。这个院子的这个西北角有个铁棚，离远就能看见，那是有一个铁的一个架子，是外国造的，还不是国产的。那么野秋同志看到了以后，哎，他说，哎，那可能是。
这十九年你说交给谁呢？只好给历史博物馆，因为这是历史文物，放在哪儿呢？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放到端门马道这拐弯的地方，这个平台，所以就暂时放到那儿。1949年，在王野秋等文保人员的积极寻求下，无数件像绞刑架这样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文物，分别在北京的草兰子监狱、上海的龙华监狱，以及重庆的白公馆等等地方被一一找寻。每一件遍布着污渍、补丁和斑斑血迹的物品上面，都记录着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用生命奠基共和国的历程。1950年三月上旬，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同意，一个专门用来存放革命文物的国家文化机构——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兼筹备处主任，办公地点设于北海团城文物局机关内。七月，更名为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人们到这里来，凭吊革命先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他是被反动派绞死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暴行。当年杀害李大钊的绞刑架，成为北京和平解放以后文物部接管组接管的第一件革命文物，编号为0001号。直到今天，当时收藏的这些革命文物已经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静静陈列了63年。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转中，向无数个慕名前来的参观者讲述着关于信仰和牺牲的故事。1954年5月的这一天，是全国基本建设中出土文物展览内部预展日。展览的目的是彰显保护和抢救的成绩，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这是一场在50年代前期影响最大的文物展。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午门，排成了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午门城楼上，并不宽敞的展厅里，同样挤满了人群。尽管观看展览是那个时代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但这样的盛况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的人，对那个时代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们用最大的热情去完成各项基本建设的时代。展览中出现的文物，都是在开展大规模基本建设、
深挖土地的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同一时期，全国各地还陆续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址和墓葬。随着大量文物的面世，中央文化部紧急号召全国人民做好文物保护和抢救工作。出土的大部分精品和珍品以各种方式收藏到了今天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和中央革命博物馆。90岁高龄的韩炳文是当年的保卫科科长，他对展出的盛况记忆犹新。国家领袖毛泽东前所未有的分别于1954年的5月2日和20日两次观看了午门的出土文物展。这张珍贵的照片凝固了一个历史的瞬间。毛主席当时很健康，脚穿布鞋，手拿那个竹竿，下了车以后啊，就进这个是我们的东马道，上了以后啊，就上了城墙上了。后来主席就问我：“你是这儿的保卫科长吗？”我说：“是。”他说：“群工部是干什么的？”我说：“群工部是专门招待外边首长、观众的。”说到这以后啊，他就张大嘴，哈哈哈的乐了，大家都笑了。正在这个时候，就照了这个照片。午门楼啊，是历史博物馆，当时还没建馆呢，他就借的这个地区，主席就进去了，专门去看那个出土文物展了。3700多件展品，以出土时的工程性质和文物年代、朝代，按照首都及6大行政区的次序，分别在展厅里陈列，向17万多人呈现了洗去尘埃后的真容。1954年5月的这次展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安徽博物馆所陈列的是解放以来安徽在各方面的成就，今天它将受到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检阅。毛主席很关心怎样。几年之后，毛泽东在视察安徽博物馆的时候，根据自己的2次博物馆之行，说出了影响深远的这样一句话：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是很要紧的事情。这件很要紧的事情，在建国后的最初十年里，就是博物馆从共和国成立时期的24座，猛增到50年代末的480座。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央革命博物馆一直都处于历史文化风向标的位置。1958年8月，数次易名的历史博物馆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前数次关于古代史及历史文物的展览，最终融汇为中国通史陈列。
全国各地博物馆就此蓬勃发展起来，开始真正成为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教育机构。从北京到各地区的博物馆都举办了各类展览对外开放，从党政干部到普通民众也开始走进博物馆，了解民族的历史，了解革命的历程。这一切的文化活动都融入了50年代的洪流之中。一场让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的文化工程已经全面展开。与此同时进行的另一项由人民创造的建筑工程奇迹也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全面启动。现在这里还是平房土屋，明天这里将是高楼大厦。这个宏伟的建设计划符合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天安门广场两侧的居民纷纷迁移。1958年8月，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中央决定在改扩建中的天安门广场东侧修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能看到蔚蓝天空的大地，这是天安门广场史诗般的定义。天安门广场改建计划是一组庄严口号，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依靠冲天干劲和雄伟气魄，敢于冲破旧事物束缚，向时间挑战，大刀阔斧拼出一幅开阔壮丽的天地。回想当年，国立历史博物馆从国子监搬到故宫午门，却始终没有自己的场馆。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在北海团城落脚半年后迁至故宫西华门内的宝运楼。不久，筹备处参与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展览开幕，场地用的是故宫太和殿。1951年七一革命历史展又转移到故宫武英殿，举办各类展览却始终没有自己的场地，
这是缺憾已久的问题。1959年8月31日，仅仅11个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竣工，与人民大会堂奇迹般分列左右。而几乎同时诞生的，是这座宏伟建筑里最初的中国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整个过程由计划到完成也只用了11个月。实际上，是从10月开始，到第二年的8月，就开始陈列布置了。到9月时候就审查了，对头的时间还不足1年。在这1年时间，就是研究陈列大纲、历史的大纲，结合上文物，这个大纲的研究，据我所知道有10来次的修改。一共大概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头，一次一次的讨论，一次一次的论证，一次一次的修改，最后由邓拓归纳大家的意见，就拟定了几条组织陈列的基本原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1961年7月1日，两馆以中国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两大主题展览迎来了他的参观者。中央有一条，就是全国一盘棋。历史研究所的大学里的专家学者都到了历史博物馆了。要文物，到哪个博物馆都可以去拔尖儿去。真是大家贡献的智慧，才把这个中国历史通史展现出来。这就是国家博物馆的基础。这次的展览，或许是上世纪中期最令人惊叹的一次展览。它不仅让人们领略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更是在排列有序的展览中，向人们传达了一种当时全新的史观。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力。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从胜利走向胜利。10年来，我们走过的是一段多么光辉的里程，展开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幅多么壮丽的前景。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959年诞生的这座博物馆建筑，从此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物象。历史在这里呈现，然而，那些创造博物馆的故事，那些追寻革命文物的故事，一直隐藏在被瞻仰或被膜拜的背后。泛黄的老照片，闪烁的旧影像，记载下了前人的光荣与梦想。已知的历史充满了缔造者的见证，充满了无数默默无闻者的见证。这些见证就是博物馆的故事。100年，博物馆的故事刚刚开始。